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飞将为您带来的《雄豪的一个风》在《雪人》另一期修正版的实况对战解说。这场比赛由一匹老肖的人变得小小，看双方精彩对决啊。那这场比赛呢，老肖是三问啊，小小是一手两问，看一下双方精彩对决。哎呦，呼啦，这一局随机到，那老肖基本是没了啊。果不其然，直接秒杀。那看下一回合吧。这确实没办法，对吧？小小这手库拉运气非常好啊。那看一下老肖这边日发出场的特瑞啊，拭目以待。特瑞呢也是时刻狂魔，漂亮，但这手没有带入 BC， 直接一个超杀，什么鬼？我想这对于老肖来讲是个失误啊。但是这边对吧，你失误的对手可不会失误，一套时刻带走。那看下一回合。哎呀，老肖这边最后一个手底角色啊，这第一局就这么快啊。这确实没办法，对吧？这小小随机到库拉，那老肖也只能认命。看一下一批这个真气，小弟过来点中，但是二批连断失误，萝卜 BC 慌乱之中。看一下这边，还是没了啊。这老肖最后一回合已经处于一个半放弃的状态了，看得出来，对吧？那看下一局，看这局老肖这边还是三问啊，小小这边还是两主啊，两问一主，看一下。好的，这一局运气非常不错，小小这边简直就是三主力啊，随机到八神还有克里斯，这是老肖这边随机到莉安娜，开局果断暴走。哎，这周裸 AB 还好没有被点中下盘，但是还裸 AB 的话那就不行了哟，对吧？哎呦，竟然还敢再裸 AB 啊，感觉老肖是有点浪。那看下一回合，哎，老肖这边日发出场的板机琢磨，漂亮逆向下机还找到机会。但这套连段肯定是带不走，怎么说？还蓄力破防推掌 ，nice， 带走。那看下一回合，看一下小小这边日发出场的八神啊，感觉今天老肖状态不错啊，看一下吧。但是琢磨打八神的话，双方容错率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啊。八神找到一套机会，只要不失误，那就能时刻对手。那这边漂亮，八神连续的前大跳呢，被一匹 AB 闪身以后点下盘点中了。那这手连断断连，哦哟，摸奖失误，远 C 血反来了，这套 BC。下一笔单点葵花起源银生龙，再来血风，远 C 再确认，这一套应该是一套带走啊。毕竟八神所剩的血量并不多啊。哎呦，好吧，连断失误，下星角想抓谢风，结果变成一个发波，下中腿跟六 A 的相杀还行吧，这波也可以接受，对吧？那看一下老肖这边最后一个手底的夏尔米啊，雷之夏尔米哦，爆发还是可观的啊。看一下这边八神，哎呦，一丝血裸 AB， 哎，也确实没什么办法，对吧？那看一下小小这边最后一个手底的草剃星啊，老肖这边还是非常难打的，没错。小草这边想开 BC， 但这边前小跳被一批原地斜着高跳对策到，漂亮！远 C 开 BC 以后下 B 单点确认雷光拳，帅气！后一 B 躲开升龙 ，nice， 这一局翻盘了，哎，剩一丝血，怎么说？好的，带走！哇，这手雷下太帅了吧？对吧？怎么秀怎么有啊，怎么操作怎么对，比分一比一。那看下一局双方赛点争夺战啊，拭目以待吧。哎，大门八神，小小这局运气又爆表，但是老肖这边有两个草，哎呦，感觉这场随机赛对吧，双方这个运气都非常不错啊。小草打大门，哎，这手后一臂躲开，但是也是险之又险，下 C 好险又被确认啊。这边可以的，天地反六分以后怎么说？金神泽下一单点，但是没有开 BC， 这条大跳奈落一波逆向中断，能否一条带走？双火有了，但是带不走。OK， 再泽一下，漂亮！这条火奈落以后荒咬直接对策到日期的乱动，但这下完了，反而被秀隐藏。好家伙，刚才老肖起身还想秀大门隐藏啊，看得出来对吧？那个神沉的前摇动作已经出来了。但是可惜啊，其实你能动呢，老肖这个也是啊没有办法的，对吧？因为小小刚才头上浮以后取消隐藏是连断啊，没错，是尾连。看一下这边，其实大家就可以认为是连断，因为对手没有任何办法，对吧？是必中的，无论你做什么。柔奈落漂亮，终于带这个大门走，圣龙巡洋循环大舍地直接收尾。那看一下小小这边能否稳住。八神啊，
来吧，八神队扫地。欧特中腿踢前跳，八神阶级下盘很稳。哦，开始板边进攻了，但这边好吧，我就知道这个圣龙啊，虽时但到，对吧？圣龙 BC 是最经典也是最稳健的一套 BC 手法，除非对手后一臂躲开啊，不然基本是没有任何的破绽。哎，好，圣龙对空，但这下没有开 BC， 八神还有机会。板边怎么说？能在闪身出板反压制一波，但这边抢跳 C。哇，老肖这手圣龙对空绝了啊！怎么对空怎么对，没错啊。啊，来自肖申权的进攻领域，没错啊。你可以进攻，你可以点我下盘，但是你不可以跳啊。这格斗游戏，尤其是拳皇，大家都懂对吧？不能跳那可太难受了。看这手克里斯，好的逆向想责对手，反而被对手责了。先接重腿一波 BC， 圣龙巡洋循环，圣龙巡洋循环，75-50改 mix 大蛇双火有了，可是这一套明显带不走。看克里斯，哎呦，这手想圣龙拳指定头，被一匹小跳躲开以后顺势却反，比分2-1。那看下一局，太强了啊，太强了，老肖。果不其然啊，这老肖状态今天真的非常不错啊，看一下小小能否稳住吧。哦，小小这边有一个雅典娜，但是老肖这边有一个草剃。哎呦，草剃克里斯安迪，这找谁说理去？没有一个弱角色啊，非要说的话，可能就是手底的阿比，阿比是吧？看一下小小这边，好的，这手直接被逆向找到一波机会，双龙巡洋循环 ，mix 大蛇一套三两套死。哎，这手战 C 还好没有确认，这波好的 ，AB 闪身过来以后下 A 下 C， 直接来上一波连断。隐藏回血，快走！看一下老肖这边还动还要动吗？这没办法了啊！即使是雅典娜呢，对吧？压制你的时候，你也不能起身直接动啊！看一下老肖这边日发出场的克里斯啊，普通克里斯，但是也可以变成颜值克里斯啊！接受双龙拳堵空，好的，日皮精灵传送躲开以后顺势血反，哎、啊。好的，这手超杀连断失误，但是克里斯没来得及血反，好，强开 BC 以后又想堵指定头，难道说小小这局要穿三吗？有可能哦，对吧？我觉得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啊。这局小小打得非常好，看老肖这边最后一个手底阿比啊，原谅色雅典娜，好的，各种的后后发波再发波。哦，这下被缺乏了。哎呦，刚才雅典娜在做什么？我不是很清楚啊。怎么直接裸奔超杀，而且没有任何的意义啊，对吧？这下隐藏肯定是接的啊，但是感觉带不走，啊、带不走。还有一丝血，小小这边可以反秀隐藏吗？上杀一波，好，裸爆 BC。哎呀，难受了，连续的下金脚没有点中对手，反而被对手血反带走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雅典娜隐藏。啊，直接收掉啊！阿比表示血赚不亏啊，这波血赚，那比分持平，看最后一分的争夺。好的，小小这边估计要重新随机了啊。大门克里斯，哎呦，这老肖这边除了大猪以外角色都不错啊，可以的。但是小小这边角色更好啊，首选一个猴子，随机到金加番，还有八神。就这阵容对吧，你让老肖用三主力也未准能打得过对吧，那更别提是三问了啊。这手 mix 刷他直接怼，首发猴子，手底八神啊，这个排序非常的凶，没错。来看一下这边大门，跑得了和尚，你躲得了庙吗？但这边好血反走，这猴子浪了。这手 mix 超杀地狱级的落，但是带不走，看看怎么发挥一下。哎，三 C 相杀不亏，但是大门这边可惜了啊！刚才如果在板边就好了，对吧？还可以再取消三 C。哎，这手战斯蒂摸想好，直接三 C 被却反。那看下一回合。OK， 那我们就看一下老肖这边的克里斯 ，Chris，You can do this，Chris。好，直接裸隐藏，好家伙，老肖只能裸一臂躲一下，但是也躲不开，毕竟是全屏的。哦呦，好吧，又被揍了，这怎么办？直接变成颜值克里斯，我看你还敢不敢秀隐藏？可惜了，克里斯第一时间手里没有资源，不能变成大蛇。哎，小小直接放弃了，没错啊，裸了这么多已经可以了啊。
其实刚才真的很可惜，对吧？老肖那波如果说手里不是只有一颗气的话，直接变成大蛇啊，就反制了。没错。哎，小小这边的金加班跳 CD 空中接力走，反变压制，一瓶能量闪身出板，但是仅此而已了，血量太少，不敢做进攻。哎呀，就是如此，对吧？你格斗游戏真的就是这样啊，你血量特别少的时候，你本来能做的事情呢，你都不敢做的，因为你会想的特别多，对吧？反而会成立一些思想包袱，给自己作茧自缚。这时候最后一个大猪应该是没了啊，这个大猪。要是九七的大猪也许有机会啊，但零二的大猪确实没办法。再一点日泽，裸 AB 被投，难受了。哎，老肖直接放弃了啊，直接放弃了。你打吧，我不挣扎了啊。那你的关注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小小今天的运气爆棚了。